真假难分辨，公道在人心。欢迎收看呢，新调一版十万大挑战。OK， 在我手上的就是白花花的银子。我们这个比赛呢，参赛者不是一般的观众朋友，是非常虚伪而且狡猾、心机很重的艺人。艺人不是圣人，他也不是神。但我们来讲，艺人呢，他是异于常人。所以呢，非得经过我们这套测谎的系统呢，才能够呢窥悉他们内心的真正的世界、七情六欲，还有呢他们不为人知的一面。那么游戏规则很简单，想得到他吗？只要说实话，说实话，诚实就能拿走十万块钱。所谓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， 但我知道各位的程度可能不到那里，就说诚实是最好的方法。OK， so be honesty。You can get money。新调一百是一个专门挖掘艺人内心世界、踢爆名人八卦是非的全新节目。制作单位特别引进高科技的脉搏测量仪器，参加来宾面对主持人的尖锐提问，只要稍有任何紧张、说谎，其心跳加快的反应便能够忠实呈现。节目规定，参加来宾接受测谎，凡能始终维持每分钟心跳次数低于100下者，即可带走10万元的奖金；而一旦心跳次数超过100下，则每多跳一下扣还2000元整。参赛者贺一航，贺大哥。那很关心的啊，贺大哥呢？既然呢、啊、已经说他戒赌了啊，而且是这个对着媒体啊这样信誓旦旦。记者，你，哦呦，不怕的。哎，没有，不是那个故事传媒没事，叫他来赶苍蝇。我们做我们节目，叫他帮我们赶苍蝇，这样都不影响。大哥，给你报告一下，那只苍蝇就从他身上飞出来的。我们本来没有苍蝇，怎么他一走来弄完之后就有苍蝇了？第二问的是，我们贺大哥既然已经信口这个啊，信誓旦旦说已经戒赌了啊，那是不是真的没有再赌了？而且目前也没有债务了？当然啦、啊，当然，没错，当然是当然有，还当然没有？当然没有啊，没有债务了啊。大哥，大哥，你不了解我的意思，我是说，如果你真的说有的话，我们小姐还可以帮得上忙。不是，我是这样，你给我插我这样啊，你可以帮得上忙是吧？那你要讲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问的是关心你，是这样，真的要就是这样的，就是。我讲讲你外口欠我的高小，不是讲不，这个高小是不欠人，而且外口就查我这样，就欠了这个时候所谓的这个三立公司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欠的国税局嘛，对不对？国税局对你没有限制出境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啊，对，所以那八大没有欠嘛，八大没有，那你要跟国税局讲啊，就是说你要让我出去赚钱来还他们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可以跟他们讲，可是你手可不可以不要再举起来了？那我有手，我要比，总要比一下啦。这到底新办公这种搞起来，够差哇！这我们没啦，他有一边就可以了，另外一边没有。对啦，好，所以我们的贺大哥呢，其实现在已经还的差不多了啦，啊，就大概100-200万而已了。稳稳做到是不是这样？据我了解，应该不止，因为那时候那个贺大哥欠下不是欠钱，是我问我问他干嘛呢？他怕你讲谎话。不是的，这个是这样，欠钱这个没什么好谈，因为这个都谈好怎么还呢、啊？怎么还？那每个月分期怎么还？都讲好了，不要再问这些问题。可是那时候好像听说，就是你的状况跟这个诸葛亮有点像，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跟你合作的电视台会觉得你好。就你们好像一个无底洞、哦，这是你们记者之间呢，这讲话特别的难听。什么？我跟诸葛亮，我讲诸葛亮也好，我也好，我们跟任何人借钱，我们还钱，我觉得跟工作没有关系，懂不懂？那记者讲话怎么会讲什么借钱工作不态度不好，什么样？哪有这种东西？我们要是借钱工作态度不好，我们怎么还钱呢？对啊，那我不是说态度不好，我的意思工作态度不好就本来就不好，跟这个借钱没关系。我讲这个，我讲这个跟公台的不关系。你不能把借钱的事情跳出来。这个，我们要讲工作归工作，工作对啦，政治归政治啦，哎，对。这可是那时候没有这样子的状况吗？那时候听说朱大哥他有一个状况，就是说，他是签节目的合约，用做节目来抵账。那我跟你讲，那你们是不了解他到底欠人家多少钱嘛？我跟你讲，今天我是一个老板的话，我在这个演员身上可以投资2亿的话。还可以回本，我当然投资啊。万一他的债务超过2亿的话，当然是不敢投资。对，后来他们就觉得你们超过2亿，所以不敢投资啦。那是个案嘛，你要看个人个案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讲说每一个都这样，不对的，这样对。大哥，你跟诸葛亮不一样就对了。大哥行，大哥行的。不，诸葛亮啊。姐，这不行，这不行，几根，这个都是钱可以打发，这个东西。
大哥，你还因为我们接下来有几题，我不要造就你突然走掉我们节目的。外联名网，你那个就不行，国外当不了。我真的，那就先炸了哈，先快点哈，蓝山的可以开解了，不要叫本能啊，被冷毛虎马虎嘛，对吧？好，来下一题。我们都到贺大哥目前为止呢依然保持单身啊，那最近有没有谈恋爱我们是不知道，但是过去呢曾经跟王美雪有一段非常刻骨铭心的恋情，大家也津津乐道，请问现在是不是还爱着王美雪？这问题好奇怪，怎么是这样的问题呢？你说我还爱着她，那我们干嘛分开呢？不是，可能是你爱着她，可是她并不能接受你啊。我有那么烂吗？对呀，我还没有回答问题，这样啊，对。是她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子，那么我呢是一个蛮花的男人，浪子，浪子高浪子，但是我觉得说，跟她在一块的话，做朋友的话呢可以，但是如果说万一就是说你要跟人家长久在一块的话，我怕会耽误到人家，所以说我就赶快抽身，就这样子。你这个平静是不是已经是对王美雪其实已经真的没有任何的？如果他愿意回头，回心转意呢？不是这个怎么回心转意？就是我们还是做不用问嘛，他不会回头了啦，我保证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那这个我们就问不下去了，再追问就没有意思了。哎，对啊，对，因为你看，等哥，他现在有男朋友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说我们怎么样现在回头啊？他总不能叫你。现在应该没有吧？啊？因为他之前其实之后你们双方都有各自的交往的对象，可是后来王美雪他又跟这个那个演员呐、啊、又分开了，他现在应该是单身。他是我们家的菲佣，叫什么？什么都不知道。他怎么你们家知道？他们哪一家都知道啊？怎么那么可怕？不是，你在那八卦女王啊？开玩笑，台湾都是认识他。文婉在那个杂志社不是已经做了二十几年了嘛？对。没有啦，十几年。哦，读者文摘啊。十几年。读者文摘。我还老夫子的，小叮当的，独家报的。哦，这不能开玩笑，他们报的都是八卦的，我跟你讲，都所以八卦。所以意思说，你跟像跟王美雪其实也都是在大家尽量好朋友，还是好朋友，好朋友了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呢邀请今天我们的神秘嘉宾王美雪来到我们现场，来。哎，没有。怎么笑了？已经在怕你了啊。所以王美雪。王美雪是不是真的已经是就是如她名字一样的没血没泪没肝没肺？我都不认为啊，不如我们现在呢，择期不如撞日，我现在就扣给王美雪好了，好吧？我们扣出去给王美雪。真的假的？不要开玩笑。哎呦，这个电话号码呢，我们不方便公布，那字幕上面会有。啊，老天爷都不帮忙了，怎么办？奇怪了，我这个号码不会错啊，08064040，来，那我们王美雪这个，我们等一下再扣扣看的哈。现在扣不通，可能去上厕所不一定的哈，或者说刚好在地下停车场还是什么这个 B2 啊什么的。来，下一题。请问贺大哥与儿子，这个我们解释一下，贺大哥其实是有一个儿子，有儿子，对，就说有报户口的啊。那是否真如外传的形同陌路？这个父子关系呢，不是顶好的。有形同陌路，你们形容词怎么那么难听呢？我们呢，情同手足，然后平常就不存感情。哎，对。这个不要开玩笑，因为呢，因为做爸爸的应该有他自己的尊严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有时候呢，摆摆样子总是应该的吧？那当然了。那我全国爸爸，我全国唯一可以管就他一个而已啊，对不对？嗯。对不对？其他我又不能管呐、啊。嗯。那有时候就是教训他一下，这不讲说我跟他什么有仇一样，就是我对他的管教是有我的方式。是。那我们两个相处呢，都是好像跟好朋友一样。嗯。他想念高中啦，对不对？哦，一念高中啊。对。干嘛？你那么怀疑干嘛？你是没有生，你不能怀疑我没有小孩。我就是。但是所以这个他没有跟你住在一起吗？有住过一个暑假，然后呢彼此都很不方便，在搬来住。彼此不方便。你
比较不方便，还是因为人家也是登都得登多人的时阵啊，对不？啊，咱对啊，人家不是不是看老爸娶妻了嘛，不是办法啦。是啊，啊，咱不离这边办，伊嘛歹登啊，对不对？是安尼啊，哎呀，你拍摄个，你老爸讲，哎，把你爱卡细声好不好？开始。啊，你怎么前一阵子听说你刚嫁女儿而已？我哪有嫁女儿啊？不是嫁妹妹啦！我没有嫁好几年，嫁妹妹。因为大家都去参加嘛，在凯悦饭店嘛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后来弄那个他们那个事就拍了部电影叫《钟馗嫁妹》。所以这个父子的目前这个感情其实没有说外传这样，怎么没有了？真的，其实跟儿子真的形同陌路，应该是一哥啊。啊？小孩比较不好，其实现在的小孩真的不像以前那么好教了。现在小朋友就只知上网，不知上进，对对对对对，只知求偶，不知求学。嗯，我知道贺大哥有一个历史故事很好玩啦，听说他那时候呢，在这个火车上嘛，哈，这个是我带个女孩子到那个旷野啊，那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呢，想跟他来一下车震一下，结果太热了，开冷气又怕那个耗油，对不对？一看，哎呦，那边有个平板车，就那个载甘蔗那个糖厂那个，我就赶快那个浴巾一铺呢，就在上面就嗨起来了，就火车这里对，火车坐完之后呢很累啊，我们就躺着睡。那刚刚两部车嘛，我躺一步，他躺一步，就睡着了。情况一看，哎呦，怎么到访了？那另外那个女的呢？那她还留在高雄啊？那是震得很累哈，就回家的亏力都就到房间，我就问那个司机是什么啊？我这帮熬了一百下会瞪你，我还自己买个蓝宝那个纸箱子没有？来坐，接着回高雄一下。所以贺大哥这种风流韵事来讲啊，您这个有没有小孩子是流落在外面的？没有，没有了。这个很难讲。你看那个宪哥也是这吴宗宪也是讲没有。后来这个苹果日报一周刊追到最后。有没有关系？就是有，但是不有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有定寄钱给他？没有。如果万一有的话，我们也不知道。那可能就是说，你看他参加什么慈善义演都很早去，但是只要孤儿院他是常去，他怕里面有一两个事。哎，这话呢，对，有可能。不是我，今天我写了个呼叫是吧？不，你想讽刺？我替你解释呢，我是想替你解释。我们学不了，但这今天有一位就说什么，他说这是你在左营当兵的时候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没，他说那个小孩子长得很像你，但是我不知道他长得很像，我不可能啊。我也没看过小孩子这么像贺大哥的，真的。做国才这样就比对一下这个 DNA 嘛，看看是不是他有骨肉留在外面没有嘛？有吗？那不行。可以好，就畜生。你叫爸爸，这就是你爸爸，这就是你爸爸。你搞成这样！你当初认识的时候，你怎么跟我讲的？你怎么跟我讲的？我不认识啊！你说你叫我不能曝光，我做到了。你叫我孩子身上的身份，你不要冲动。可是你承诺我的了，你答应我的了。请问，你说你答应要照顾我？等一下，你的爸爸。妹，请问你贵姓大名啊？我姓胡。姓胡？不是你有没有是姓胡的女孩子？没有，我讲太残忍了。你等一下，这个多少钱？哎，孩子，认定说你是他这个啊，始乱终弃，他就是你的爸爸。不是，是明明，你这样子哭，摄影机拍不到，我们效果也没有了。你这样我们摄影，对。你很遗憾，阿德，当初你忘了，你跟我讲，你没听我讲，你听我讲。好啦，你听我讲，我问你哦，我身体有个，我身体有什么构造？你跟你讲一遍。不要在这里讲，你知道。不要在这里讲。你怎么说的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们？那个头也不够大，脸不够大，怎么会是我儿子？耳朵是够大了，耳朵这耳朵大。你的妈妈，你不要怕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说，那当初你在哪边认识他的？在一家 pub。pub。他只是点点嘛，他。你把我爹爹摸的胸型怕不到可怜。他那天晚上喝什么牌子酒？那天晚上他请你喝什么酒？我忘了，但是那时候真的是很，我也醉醺醺的了。你也醉醺醺的嘛？啊，多久了啦？几年前啦？这是小孩多大了？六岁多。六岁？对哦，不对。我结扎八年了呢。你当初你这是漏鬼婴儿吗？那他的你知道你怎么
么可以这样子说？难道说跟你敢在大家面前说你不认识我吗？你敢说你不认识我吗？好，你就大胆的说你认不认识他。我不认识。你敢说你不认识？我不认识。你敢再讲？真的，这里就是要开。你敢再讲两次吗？不认识。就要开团。再讲三次。不认识。好。好。不认识。我们误会一场，他果然不认识。因为你认识就有鬼了。哎，他是我们请来的。演得好啊！我先演得好不好？演得好，演得好，给掌声鼓励鼓励啊！哇！哎，这个小孩子怎么说还从头哭到尾的？哎呀，不是，他出来之后是捏了一下就哭了吗？又刚刚掏两秒。哇，真的演得，这小姐演得就像。怎么哭这么难过？是妈妈还在哭啊？哎，还好啊，你不是弄我就认了，我刚就认了，刚才哭我就认了，哭得好啊！我们家。加400块好了。下礼拜来的时候，你别要涨价呢。啊，妹妹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。乖了哈，乖。啊，小姐不要哭了，下面还有个爸爸啊，等一下。啊，不要哭。真正的这个职业是？我是做幼教的。做幼教的。是。哦。所以你对嘛？你应该这个幼教的是不可能。所以说你们在pub喝酒不要喝醉，喝醉有时候出问题，真的会这样。那这是你是亲生女儿吗？没有，不是，我是亲生。你结婚没有？我结婚了。哦，结婚赶快走，赶快走，赶快走。不是，你的老公早上来就危险了。对呀，对呀，不好。妹妹妈，不要哭了。咱们在这边再鼓励一下。这个，你们这个遮到这个不算整人，这个算又电人又这样，在诬告这种东西。没有电了，这哪有电？这个算演技大考验哦，也在此再次证明呢。贺大哥虽然说什么花名在外了，大家很多杂志写说什么他这个风流倜傥的。我跟你讲啊，没有啊，你看不是这个哈，可以感觉到今天带的人就让人家观众知道说你真的是没有做这些，因为一般人就是。如果你有做这事，可能会心虚，会啊，想说有没有可能？但是你用一脸决然的样子，表示你平常真的是正人君子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意思啊，为了这个，但是钱还是。来，我们开放给这个来陪审团有没有问题？这个最后再耽误点时间嘛哈。我讲不可能那么多有问题，都有问题啊，你看看。啊，比二那个，比二那个，他比二你就我偏偏，我偏偏还是请你发言好了，来。我想问贺一航哦，你现在也有点年纪了，你是不是还是一样死心不改，跟以前一样同时玩弄好几个女人？这个话问的就他的话就难听啊，他这个话啊，他这个话问的很好，我可以顺便在这个时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澄清一下，就你是不是还是劈腿族？现在流行这个名词嘛，劈腿族就脚踏好几条船，不，我同时交好几个女朋友，有没有？我从来没有所谓的脚踏几条船，就是说我认识女孩子很多没有错，但是呢，我就是说我对任何女孩子，我绝对没有所谓的玩弄。从来没有玩弄，就是女孩子我认识的他们呢，大家做好朋友，甚至我跟他分开之后呢，我们大家还有在联络都有啊，就是还是会怀念就对了。我不可能是玩弄人家，谁玩弄谁啊？这个年头啊，是，对不对？那金钱交易的不算，那你做功德怎么可以这样？我们请护士来帮他接下来，来 nurse， 有请护士啊，来，嗯 ，sexy nurse。小儿科，看小儿科的话，不好意思。不是，请问你要看哪一科的？我一般都是看尿尿科。能言善道的贺一航，终究还是难以通过心跳测谎的无情考验。他的最后结余奖金为16000元整，我们只能够希望他下一回再老实一点喽。